112年8月8日20时9分，阳性驾驶驾驶自小客车由机场北路东往西方向直行至胜利路口左转，一名江姓行人行走行人穿越道由东向西步行，双方发生碰撞，该行人送医后伤重不治，经酒精检测阳性驾驶酒精浓度为零。警方呼吁驾驶驾车行经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务必停让行人先通行，以免憾事发生。